苦啊，明明老屋里面有那么多人，就我要一个人这样背着这么重的行囊，然后接下来还要去潜水。妥中康哥，你也很喜欢潜水啊，你为什么不来？那个寻龙鱼我觉得好像比较轻松，哎，这好像比较硬一点，而且应该发阿布来啊，阿布现在腹肌练得这么有成，为什么不发他来？嗨，大家好！啊，我知道了啦，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我们老屋这边应该是要采石花菜啦。嗨，大哥好。好，我们要来搬那个石花菜。啊，这个好。今天传了啊。今天其实一来的时候还蛮担心的，因为我想说，哎，风应该大着，咱现在搬到遐硬干。对啦，对啦。我昨天在那里差不多栽了100来斤。哇，你自己一个人哦？对，这种在这边来讲哈，品质比较好。最好的就是讲你要放出油，出油的啊。啊，这款滚可以滚出油。哦，就是煮起来的那胶质较济啦。在水里面等你哈。好了，你先跑去。我觉得大哥受不了了，就是很想下水，跟我一样。我如果到海边，我也是很想下水。出发了，水里的画面交给我。安鸟喂！哇塞！你安尼敢袂伤济？我拄啊唔够安尼咧，我倒落去看，哦，足济呢，很多嘞，超多的。那水深的品质跟水浅的品质，哪一个比较好？水深一点啊，那个老哈，咱不然话，这边只老水较强。有拍到日头，甲无拍到日头的无差。所以爱老啊较强诶，嘿，我今天又上了一课，原来是要流水强一点，所以石花菜长得才会比较好。对 ，OK， 开缸开缸。啊，你若不爱落来，你不爱落啊？不啊。好啦，安尼我来去办，好，我甲这个停下半，停下半就好啊。今天的量够了吧？真的很舒服哎，我不骗你。还是要带回去老屋睡一下？还是我把它拿回去给康哥当枕头？那就很细耶。而且我发现啊，就是刚刚像刚那个大哥讲的，越外海的流越强的，其实石花菜越长，飘动的更大，所以比较好抓。那我们还是找花大哥来晒石花菜。还是晒石花菜？不是拔而已，